的时光，我是为咱本身的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母言的是讲呢，在咱起心动念的当下，咱一定要提出的良心忏悔、真悔，不可再犯之。是为讲放下多多，入地生活，这句话的意思，是讲咱放下外在这个多多啦，是得用个修身做法，就是所有的多多，就是咧讲咱的内在，迄、那个无良的思想。无正确的思想甲行为啦，比如讲心中念着贪嗔痴啊等无正当的念头，通通要放下，忏悔真悔，改过向善，即讲累积积极修办，大功德圆满，才能身心正果啦吼，这就是忏悔的真意啦吼。